谢谢张教授。教授的谈话当中，那么在讲咱这回台湾行的对水价跟信用价哈，发现一个对历史台湾历史的了解是咱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咱在讲这个历史的现场，会当加点熟悉哈，会当让咱对祖母的认同加会愈强烈。咱对台湾的历史的熟悉了后，咱才会当对这个土地情感的增加。然后这个好像一个期待安尼，把它建立起这个联系，从这里吸收养分，咱会更快的了解的叫教出来。那今那个这个哈是非常重要的扎根的工作，你看起来无啥物力量，不过非常重要，还是已经非常的基础的工作。像讲咱知影一丛树啊，伊根呐存愈深，呐叹愈宽，伊结出来果子一定愈甜愈好食。啊，这是这个树啊，嘛愈用会当抵抗白虫害，会当抵抗风台等等，这是咱健康的力量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今天呢，教授远道而来哈，按来把这个机会来把那个教授们付的墨水给提出来，给发给问哈。想到墨水，又想到把这来，对不对？那个发言。尽量把握时间的跟问题解决，然后大概以不要超过三分钟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到那个12点结束。好，这么那我们来开始举手发问。请问张教授，因为大家现在推动的是台湾型的信用。好，我要请教张教授说，以你个人的经验、丰富经验来看，这信用的力量，以台湾建构的这个地位上，有什么款的意见？谢谢。台湾是信用的，叫我们尊重。因为，讲信用是产生力量上重要的所在嘛。比如讲，你顶面总统也答辩讲了。我伊做总统12年内底，上困难的时阵，伊祈祷嘛，啊祈祷之后，伊就把信件哦掀开，唔知影现伫边啊啦，啊就来掀开，啊看迄当时迄信件内底安怎写，互伊做一个力量的支持的所在。啊伊也捌讲过啊，讲阿扁啊可能是无信用哦，啊所以做了解脱的时。他会感觉今天将发生很多问题，当然这讲话是不一定准的，但是有信用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以自我来调整会较顺遂，这也无问题。所以有信用很重要，信用会当发生很大的力量，所以很多宗教后来变成全世界信用的一个宗教，这样是信用的力量。所以台湾先学讲啊，做台湾先会当变成一个台湾普世一个，但是人接受的一个信用，也发挥力量足大的。啊，所以台湾先安怎变成台湾人普世的一个信用，这是爱拍拼所在啦。啊，拍拼我感觉是难方便啦。像我们讲。这信用本身一定含这个社会现实结合的，所以达到我讲的释迦牟尼的新兴的一个宗教，伊感觉看婆罗门教种姓制度无好了，所以伊才讲慈悲破爱嘛。什么人只要做一个人就是平等嘛，啊，所以引起做一个世界上的人一些共鸣。做些宗教产生拢是这种方式啦，无呼应这个台湾迄个社会要求，是无可能变成一个普世的一些信用。所以台湾现在小讲，一定爱目前咱反映台湾的社会问题，啊提出的想法本身，和台湾社会人感觉讲，迄就是改变台湾社会进行所在，那就会当吼。第二方面讲，即个台湾现在
传出人，这是什么人的所在啦？什么人他有人本身这宗教的状态愈来愈大？啊，第二个讲，一定要有传出人。咱来看耶稣，反正伊是解了的事，啊，实在东西人走了了啦，拢老实讲啦，我走了啊，后来啊。不管拢信以前讲复活啊，或拢无见啦，安那讲无见，但是咱有一点咪讲，后来才信徒咧才回来。意思讲，先爱有弟子来传承啦。所以耶稣基督教会当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宗教，是有耶稣的子弟嘛来传道嘛。所以对犹太这所在迦南地。啊，这个所在啊，这个即马以色列这个所在，慢慢传到进入欧洲，啊，到美国、南美洲。啊，这意思讲，这传道人唔是伊啦，是个弟子嘛。释迦牟尼也是讲哦，唔是伊传道的，伊正道，那伊用正道，菩提树下正道了，啊，正道了，唔是伊传道啊，伊一下就过身去啊，啊，好了，人讲原籍啊，啊，这个是。伊主地去传道，传来中国，啊，叫中国人去传去韩国、日本，啊，无去南传了，传去泰国，传去越南，传去缅甸，啊，这传回所在所产生的是新的佛教的，和本来释迦牟尼的宗用讲的宗教是无共的。不管是安怎啦，一定爱有人传啦，所以台湾真来少点啦，爱有人传啦。无人咧传出是无可能，啊！当然我当我发现我台湾有这个所在哦，也是当然较好的所在啦。啊，但是这传的过程内底，要重新改水啦。一个物仔本来无好诶，愈改水愈水啦。所以孔子感觉伟大。伫中国建国时代时，会走啊走去啊，春秋的时啊，春秋是走啊走去，那好咧。伊啊，足侪思想家内底之一呐，啊，但是伊后来的人，伊的信仰的人，一个解说哦，《论语》愈解说愈愈来愈伟大啊，啊，相共啦，来解说，这个问题也相共，啊，食台湾也相共啦，台湾历史、台湾政府，你食解说变好个啦，就解说完解说变神医啦，啊，咱也相共啦，台湾人本身。就伟大人物，咱来解说内面足重要典范的事情。啊，当然一个人是无可能做神，但是问题讲，伊有足侪优点存在。迄当对迄优点来看是特别歹啊。啊，咱看专门来看是讲缺点啊。啊，所以讲重新解说啊。有人讲台湾无文化，迄是无影无文化啦，是咱无解说。啊，解说来变足水个，但是解说啊，有人愿意解说人啊。啊，万一解释人是无很简单，因为咱受了中国历史文化教育了，是感觉台湾的历史文化历史足短，台湾文化足粗俗的，啊，所以无人想要解释嘛。啊，所以有人爱解释，就变水啊。迄是这二十年来台湾上大的地方，就足多人投入去重新解释嘛。啊，重新解释了，台湾就变水啊。台湾人变足水的一个人物啊。啊，到明仔日水，当然不一样啦。啊，但是。无迄重点袂使啦，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相共啦。日耳曼民族兴起的时，你看到日耳曼民族相优秀，所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，讲后败者为师，但是迄就是重点贵点嘛。俄罗斯相共啦，三苏才拢相共啦，这是上粗俗的、上无好的方式，啊，但是上好的方式啦，啊，这也是会当重点的上大的地方所在啦。啊！你重建了是，一百年后要还批评无要紧，还批评讲你讲人唔对，还无要紧。啊，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国家，啊，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有文化所在啊。啊，你还批评的是，你迄基础你还徛伫，你过去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基础来批评嘛？哎，台湾会愈进步嘛？台湾会愈好嘛？我是想的啦。啊，所以台湾先这个要传，我想爱这两行。真的，我是讲我的理解啦，当然我无甲理解讲台湾是啥物运作安怎，但我感觉无安个是可能着发展上着发生困境的所在。
做我看看，啊，有时间来，来，咱先来。